单，我当年怎么教训你的你忘了吗？你的兄弟不答应，那我就打到他们答应。是谁呀？东方帮主，好久不见呐！你这是乌鸦变成猪了？还好还好，大兵，你倒是胖了啊！看来我不在，你没少偷吃。客气。东方帮主喝茶呀。这书房倒是没有多少变化。是没多少变化，东方帮主可是人变了呀。东方帮主远道而来，我得亲自迎接，可您这么来不合适吧？啊，客气什么，我刚出车站，你不就派人迎接我了吗？那些人笨手笨脚的，招待不周啊。要不是他们笨手笨脚的，还轮得着我们在这儿给你喝茶啊？这位是？哦，这两位是我新结识的朋友。在下不才，李三。我叫小婉。记住了。记住。我一定记在心里。哦，能跟东方帮主身边人想必都不是凡人呐。哦，是吗？是吗？东方帮主，坐呀。大兵，怕你坐错了位置，我记得以前你就没坐过这里。东方帮主世事纷繁，有很多事都变了，只不过是东方帮主尚不清楚。变化再多，主次尊卑不变。可是我觉得呀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有些时候变了就一定是变了。你说呢？那倒不一定，有一次
自然就能变第二次。东方帮主，您何必呢？不如您安心退出，养老钱由我千手扶给您出了，不至于您苦心竭虑地想着变与不变的问题呀、你说呢？我一个人能吃多少东西？我身后站了多少张嘴？你养得起吗？你能养得起吗？不如你退出，也图个安生。东方帮主有所不知啊，就是我答应了，我兄弟们也不答应。东方帮主，好久不见了，兄弟抱抱你啊！怎么教训你的你忘了吗？你的兄弟不答应，那我就打到他们答应。方帮主，今时不同往日，如果东方帮主一意孤行的话，我千手佛奉陪到底。这第一届我定了。走。哪儿走？我也有。放。